董事长，您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我没想到你心机会这么深，趁着去意大利这段时间，你竟然联系了这伙意大利人。您错怪我了，我和您一样，都想保住星辰，只不过。 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吧。您还记得上次我跟您提出接替周局位置的时候，您给我的鞭策吗？你来公司有一年了吧？一年半了，董事长。哦，一年半了。从我认识你以来，我就知道你很有想法。 很有能力，也很有魄力，这些我都很欣赏。但是你还很年轻，很多事情不能太急功近利。你有野心，没问题呀，我也很喜欢。但是只靠心机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，要通过时间，我相信。 通过时间的磨练，你不仅能力上会提升，威信也会随之提升。你觉得呢？我明白。我不希望当初我特批你进公司来是个错误的决定，因为毕竟一个男人通过女人走了捷径，那很多人对你的能力会有质疑的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 董事长对我恩威并施，我当然明白。微微一笑很倾城，步步惊心；一，用力一亮，致青春，十分醉，终极一班四，精彩剧集优酷独播，燃爆这个夏天。